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是一种非常灵验的经文，念诵准提神咒会把心中的信心升起来，会加速功德转换，成就圆满，让人所求如愿，但必须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祈求一件事情。准提神咒是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达成自己的愿望，心想事成。想要祈求事业有成、婚姻圆满、学业顺畅等，都可以念诵准提神咒，它对年轻人找工作、求学等有很大的帮助。需要时可以每天念诵21遍、27遍或49遍，白天晚上都可念诵。有关经文功效的更多详情，请参阅《佛学常识开示集锦》第一册和卢台长的最新节目录音。